我找不到我的凳子，是不是被垃圾车收走了？那个凳子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是我最重要的东西。哎呀，丽芳，丽芳，哎呀，不就是个凳子吗？啊！不要碰我，这是我的凳子，这是我在这个家里面唯一的一样东西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这里是你的家，这家里面哪一样东西不是你的？这个家里面全部的东西都不是我，连我房间的东西都不是我的，窗帘不是我选的，抱枕不是我挑的，沙发也不是我喜欢的，就连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床单都不是我能决定的。这个家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用心的安排，为的就是要让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再费心了。你心里面那么多的不开心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啊，嘴巴长你身上，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还管得住你的嘴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家当成是你自己的家？我没有把这个家当成我的家。洗衣、煮饭、做家事，哪件事情我没有做好？我不敢奢望你把我当成女儿，那把我当成家人有这么难吗？丽芳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越说越离谱了。只要可以让你抱孙，陈浩太太是谁根本就不重要了。你，他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？这像话吗？像话吗？